2018年7月25日，这是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我和妹妹作为第一对野外引种诞生的熊猫龙凤胎，一起来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这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妈妈是人工培育的大熊猫草草，也是地地道道的功夫熊猫。它可拥有咬合力700磅的牙齿，极快的奔跑速度。而我的爸爸，虽然他动作比较慢，但可是野外引种的大熊猫。虽然我们平均寿命不过几十年，但我们的老祖宗史熊猫可以追溯到约800万年前的中新世晚期哟。我们的老邻居猛犸叔叔、河狸兄弟因为古大陆分裂消失了。铲齿虎和短面熊们没有扛过恶劣的气候，只有我们活了下来。即使这样，目前全世界各地我们的兄弟姐妹也才2300余位，大部分生活在中国的四川、陕西和甘肃的相邻地区。中国不仅是我们老祖宗的祖籍地，也是我们现在的家园，所以我们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熊猫。我们来自中国，但被全世界人民所喜爱。我们50多个兄弟姐妹作为国宝，被邀请在海外的18个国家交流旅居。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在唐朝时期就曾经被女王武则天作为国礼送给海外。我们家族也算得上资深的外交大使了。现在我们的兄弟姐妹也作为研究对象，与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类们一起为大熊猫的保护以及物种的多样性研究做出贡献呢。而且我们还是全世界小朋友最亲密的伙伴，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们更加了解中国，更加爱上中国。我长大了要当和平大使，我要当文化大使，我要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介绍中国熊猫。两位小小大使，首届中国大熊猫国际文化周马上开幕了，让我们赶紧去现场助威加油吧。